天哪，超猛哎、欸！这是什么白痴白痴赞助？真的超好笑，真的很好笑，超白痴的。啊，好了、那个要不要给介绍一下给菜渣跟晨晨了解？变成这样我会忍不住打你耶、欸！还是先分队，他们同队了再去介绍。喂喂喂喂！不行，我跟巧克力同一队。哎、欸，我打错了。对，我们长得就是一模一样的人啊！我打错了，我以为他是巧克力，等一下，我错了，明明名字就不一样。是不会看 ID 哦？没看到哦。另外一个我救我。外哥是巧克力。另外一个我救我。没问题。太中二了。解救我了，决斗吧。对。好烦哦。所以打得到的那个就不是巧克力。哇，对啊，巧克力飞在天上。对对对对，好啦，那直接先分队哦，晨晨跟菜渣要不同队。嗯，对嗯，然后他们队友再去介绍给他们。所以我们重新走吗？好，好，更没错。我的地盘。呜呼！你什么时候爱上史莱姆砖块？你刚不是还很讨厌他？我们不同队，他们同队了。晨晨跟菜渣同队，谁要重分？好吧，重分，重分，重分。加入我们同队了、哦！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欢迎。哎、欸，我跟谁同队？同队啊！兔兔，兔兔，我们太刚太刚好了。还有谁啊？等一下，可是好恶心啊！好恶心哦！好像还有我。这样，菜渣你 OK 吗？还是你要跟晨晨换？你们换心，对面太强了。怕你太孤单了。对面不行了，我不要巧克力，我要换心。对面，哎，对面两个巧克力耶！对啊，一个巧克力够我们一桌，还是菜渣过来？还是菜渣跟晨晨换一下？没有声音，有啦。他说他不要巧克力，他要我啦。没有，这个一次就是一包的好不好？对，买一送一。买一送一，你是送出去的那个吗？你有觉得很有压力啊？等一下哦，我去到北叔。你的意思就是买白金送巧克力的意思吗？买白金送巧克力给巧克力。好，买一送一，那你们交换队伍看看。晨晨换啊，你就按那个僵尸队伍那个什么东西？对啊对啊，反正都是新人。嗯，不然菜刀太孤单了，他需要两个巧克力的陪伴。好了，好恐怖、哦！哎、欸，那这样巧克力那队伍很强哎、欸，超猛、欸！不行啊，对啊，太强了啦！他们太强了，都、欸、没得玩啦！对啊，我这队都女生哎、欸！嗨，我回来了，分那个菜刀，你拿书本，然后点那个绿色的加入村民阵营。你书本点加入村民，有了，好了。有了，好啦，那个附魔台是保护的，75滴血，这样应该可以吧 ？iPhone，、嗯、好了，汪行，汪汪行吗？我是巧克力，我是巧克力，我是巧克力，什么声音？感觉好恐怖哦！真的，等一下，我跟谁对？我看一下，有没有巧克力看到自己的感觉？太发气了！你会绝望，两坨。你看，连本哥都表示八七。我昨天想到的战术，你说我八七？等一下，你在骂自己耶？你有没有感觉？好，我汪说可以了，我们赶快带开，恶心了！不要让汪汪有另外的想法。对啊，怎么可以这样？等一下，会防御还会攻击人，都在对面那一队。快带开，快带开！我弱了。去村民队，快去村民队！直接带开通话，我忘记点带通。繁星在哪里？繁星的 ID 哦，这个是吗？化作繁星，那个化作点点星空了。我们还有一个是谁？还有一个小雨、哦。你说下去吗？大哥不用啊，直接带开通话。哦，你直接带开了，吓、死我了！好，就直接拉开。趁汪汪来不及反悔之前。那我就在家里等着哦，我就在家里等着就好。可以啊，不然了不起，我们前期空窗出船，然后他们就会看到两个巧克力。我就一直跟着你就好了。好，我没有，要不然就是你们两个就是全部黏在一起，然后没有，你们就一个走左边，一个走右边啊。好恶心！然后就说，哎，巧克力从右边来了，就左边。没有啊，巧克力就从左边啊。哎、欸、对啊，哎、欸、等一下，还是要介绍一下给菜渣。
来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是说要把菜渣也用成巧克力的样子吗？ What should I do？ 我不要，我会吐。来啊，来啊，菜渣。哇塞，那你要过来这边看一下。你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。哎，教你介绍。嗯，这个是巧克力，那个也是巧克力。那个流水下来的部分，那边是经验池，会有经验喷出来。我们下面会喷经验，这里。这里下面，我那个水池在这里。然后水池就是我们家门口一出来这个木堆，它前面是铁矿洞，可以在里面挖铁。哦，对，这里，我们下面这边可以挖出铁矿。对，我看到木棒往这边指，你就看那个那个有没有街什么对街道步道，历史的那个隧道，然后接到我们下面走到。走到底有没有看到很像矿道的东西？对，就是这个下面，我们这下面有洞，你可以挖出铁。就是那边那一堆木材，然后往前指那个地方就是。然后聊天室。然后那个阵营塔附近会变成冒险者模式，就是不能盖东西。那双方的目标就是去对方的阵营塔去挖他们的核心。是长得像中介，我们会。死掉复活会有核心破坏稿，那个核心破坏稿就是拿来挖对方的核心。记住，你的核心破坏稿是不能是只能够挖石头，可是不能够挖矿物。你挖矿物就一点什么都没有，是哦，化作虚无。然后前期死掉都不会扣分，到了第四阶段才会扣分。对，然后第二阶段开始才可以破坏对方的核心破坏稿。第一阶段都是在暖场，大家都是互相捣乱啊，乱来乱去。冲破双层巧克力。反正等一下一二阶段的时候，蔡达你就可以去游走一下地图，去了解一下。好，对。然后这边有个房子，房子里面是交易所。到了第二阶段以后，在里面可以换东西。对对，在我下面这里可以换东西。哎呦，哎呦，被汪汪揍了。好好好，那这样子应该很 OK 了，看他们也说很 OK 了。第三对，那按那个 T 的时候会开始有任务，那任务通常会是中间会有东西，要不然就是要回防御塔点。按那个 T 点那个确认就可以开始了。T 点，按对对话那里对话那里，按 T 然后点对话中的那个确认，那就开始哦。这是改版过后的地图，所以打掉核心会有那怪怪的声音是哎，反正我们要脱光，变锵锵了，变锵锵了，是改掉了吗？变锵锵了，锵锵，对，哦，这是新版的地图。你是说是昨天弄完之后改掉的吗？这个双巧克力战术，好恐怖！中路来一个，看我们巧克力的厉害。也是过期的，过期。空中防御比较低，没关系，我们要赢了。他是打不赢我们巧克力双胞胎的，我想打你过去打他哦，别打我！啊天哪，赢了！菜刀，你可以绕到地图去走一走，两边是平行的，是一样的。堆好了，可是旁边都堆。不，你堆一下。繁星巧克力，这么好入侵啊！繁星巧克力。村庄好累哦，先吸个经验。OK， 就干脆一点，不要再堆那个内部的。我直接跳进去最快。知道，我跳进去。Snowman 订阅。好，先。不，他们杀了菜渣。No。我要替菜渣报仇。舌尖上的菜渣。哎，是菜渣杀人。我要替菜渣加油。有这个巧克力，巧克力在追米菲。米菲来我们家喽！哎咻，哎咻，有他死了。好，今天直风破你就先吸走吧，吸光光。啊，我们基本上都只是在实现双巧克力战术，没有在干嘛。就只在对面换。我有那个胡萝卜放在中间箱子。真奇的，不要你就先放中间箱。直接放中间箱吗？对啊，直接放中间箱。呜，他们好多人进来了，好多人进来。我们在他们的交易所。哦，哦，米菲好凶，米菲好凶。你还想挖？啊，对，恰贝贝，恰贝贝，恰贝贝。
打死那跳贝贝，所以哇哦，好猛哦，打不 Q， 哎哎哎，后面，快快支援我，我把他们物资给带走。怎么会喷装？啊，对，会有基本的装备啦，会其他的会喷掉，所以要小心。嗯哼，然后他外面呢可以直接跳出去，所以如果有时候你捡到对方的好东西，就可以直接把他带到世界外。不欢迎巧克力。哦等一下，那我有个疑问，如果一定都是秋风的话，是会被逃打？没有，刚杀人啊，不用怕。好，我被我壁咚。因为就上次的经验来看，有个像秋风的 skin， 然后觉得他是被打得最凶的感觉。因为只能叫他秋风啊。对啊。直接叫他秋风，然后往他直接叫他打不到我，打不到他。现在兔子一定在骂我。有啦。要怎么开启这个挥刀的那个？我把他们的经验值给藏起来。显示的那个，没有，你就直接吸掉他们的经验值好了。有看到。哦，发现巧克力，一起去他们的矿坑吧！冲！两颗巧克力来喽！太凶了！我讨厌的战术啊！哇！打出一堆东西了，我逃了！好。带我走，菜渣快跑！他们冲进来了，讨人厌战术成功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讨人厌战术超讨人厌的，我要穿他们的铁裤，哎，我铁帽，都穿，免费拿取核心破坏稿。但是如果你的破坏稿掉了，或者是干嘛，就可以直接。可是他们，可是其实这个东西也会有 bug， 就是如果你是刻意一直不填答的话，是吗？你是说洗战洗的战法、哦？就是一直弄，然后就一直不停的把它给刷成，可是其实也没用。这还好，因为它只要掉了就没了。好猛哦！因为那个不会有人兔子被我们打死了。洗父母了，应该不天啊！这战术好烦哦、喔，还是会有差。这战术好猛哦、喔！我杀了巧克力之后发现，没有杀错人。拿到巧克力的事情，感觉就是嘲讽值就先加一倍的那种感觉，太可怕！我现在只是觉得以后观众场会更可怕。对，我觉得好可怕。以后应该要禁止。我把红萝卜都扔到虚空去了。我是觉得是觉得心理上的不适吧，我觉得真的，如果到时候观众场对面都一整群巧克力冲过来的画面，一定超可怕。这么大，好可怕的。兔子，所以我才说这个一定要跟巧克力同队，不同队就会骗到自己人。兔子感觉又在骂脏话。不是啊，如果对方对面的也我保护你，小雨，他们会把好，我要回去放绿帽子。哎呦，他们就会把那个我超惨的，他就把敌方的人当成巧克力，然后让他进来啊。对啊，就太可怕了。对啊，会骗到自己。巧克力军团要一直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哪裡。可以去捣乱他们。等一下菜刀要一起换 skin 吗？你是在把中间的桥给破坏了？所以等一下观众场，如果等一下观众场的话，不要啊，哦，不要这样子。他们的汪汪已经穿了铁装，好快啊！一个汪汪有帮他打赢两个巧克力吗？再加上一个菜渣，那个装备应该不是。汪汪有装，打他！打他！装他！抢他装备啊！抢他的装！你现在嫌他那个？哦！你现在嫌他？菜渣，你快走！菜渣，你快走！菜渣，快跑！我们巧克力掩护你。对，你逃回去，把装备留着。两个巧克力会保护你的。两个人断后哎！不，铁库喷了，菜渣快跑！我跑回家。哇，团团在乱。我们家有人哎！有，我们抢回铁装了。哎呦，风暴行动啊！睡哦。好笑。还要自己，好笑哎！把自己弄死哎！自己作死哦！菜渣换衣服吧。米菲在干嘛？为什么觉得他的铁装没有很硬？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在烤吗？对啊，因为铁装在1.9的时候被削弱，1.9的装备，你不能猛，你拿剑不能一直挥刀，还有那个攻速。